多啊，民俗巴多长官啊，先多米达泰山啊，民俗巴啊啊，不晓得米达多巴多，米古比桑平安。平安。啊，马皮达哥马皮卡西阿皮西阿米达本多啊，婴儿节啊，婴儿节啊，哎平安。啊，多曼多多巴多巴个婴儿节个，伊米当温暖卡巴山没人耽误，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啊，一直到现在。아파폰마세바도마다샤미다분은인상이시다다아가바아파폰미다가샤폰도하이우리나막방바我们这个叫婴儿祭能够传承到我们的后代아파폰今天下把的叫做嘛卓青春啊表演下展演不是表演展演一下嘛本多嘛本多婴儿祭파폰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不论一定要婴儿祭，就是要把这个婴儿大家来祝福，能够有健康的身体，能够快快长大。所以说，啊，本多马巴卡鲁斯，这个马里巴本多康松海，马卡别海本多安，哎，西马马西马走路去吧，叫什么？啊，菖蒲啊，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婴儿保护兄弟，而把马来片呢，就是我们布隆族及啊以前祖先长辈哈，乌托埃片呢是辟邪作用，辟邪作用，所以说啊，婴儿祭一定要带上这个本多啊下安。아무보다도 IP 가의번도세포기샤우바다사마라인아아한디아就是这个哈아这个就是俺 IP 这个就是我们是呃婴儿祭一定要提了一定要做一个就是猪猪带上婴儿也就是让他啊不管到哪里能够保护保护最重要就是说大家一起家族家人祝福婴儿像今天的婴儿祝福就是说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真的是能够也让爸爸妈妈给他们智慧养这个孩子婴儿到长大啊爸爸啊爸爸啊前面的跟大家做一个关注啊一个解释好吧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展演。以上，米国米上，乌尼让，掌声鼓励一下。哎呀，乌尼让，乌尼让。